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是台湾超过150所大专院校中三所专门培育中学师资的师范大学之一，校区分为敬德及宝山两个校区，交通车距约15分钟。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自1971年成立，一路筚路蓝缕，如同教育事业是经年累月的经验累积，才能成就开枝散叶的百年大业。这一切可以从70年前说起。1950年代初期，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的前身台湾省立教育学院尚未成立，台湾省烟酒公卖局选址彰化市八卦山北路的一块农地筹设中心啤酒厂，后因故将厂址改迁，留下四栋建物。1964年，台湾省政府将四栋建物加以整理修缮并增建，成立台湾省立敬德实验中学，从事教育实验，作育感化青少年。敬德实验中学设立几年后，于1969年转型敬德教育实验中心，隔年在原址成立台湾省中等学校教师研习会。1971年，在敬德教育实验中心及台湾省中等学校教师研习会的基础上，设立中部第一间培养中等教师师资的大专院校——台湾省立教育学院，从此掀开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的扉页。时光飞逝，国立彰化师范大学从1971年创校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本校师生常以白沙人自居，然而这典故从何而来？这必须从敬德校区校门旁的一座白沙山庄石碑说起。1745年，清乾隆十年，彰化地方乡贤为纪念名儒陈宪章先生，弘扬其主养志重实践之儒学精神，以陈氏名号创立白沙书院。1970年，台湾省中等学校教师研习会因向往陈宪章先生精神，会址定名白沙山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来会演讲后留下墨宝，并篆刻成石碑，镇守在校园一隅。自此，本校师生皆以白沙人自居。虽说本校建校之地并非清代白沙书院所在之处，但在治学理念上却是一脉相传。校训新本经行，校歌白沙瑞哲，莫不是从白沙先生治学的精神引申而来，作为教育的圭臬。本校从国立台湾教育学院升格为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针对校地面积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仅有第一校区是无法达成上开要求，也因此诞生第二校区的想法。但取得适合的土地并筹建第二校区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所幸历经多位校长、中央和地方长官的多方协调，终于在1980年更名国立台湾教育学院的同时，也取得第二校区的第一块土地所有权状，成为建设第二校区的重要基石。
1990年左右，第二校区所有土地所有权和校舍筹设经费，经由多方争取，以大方向达成目标，便开始进入实质开发建设阶段。也在此时，第二校区正式命名为宝山校区，而第一校区则为敬德校区。1995年，宝山校区主体校舍大致建设完成。如今漫步校园，仍可见证校园发展的一些历史遗迹。议会馆原为1950年代筹划中心啤酒厂所留下的厂房建物，现为美术系系馆。捷音馆为四合院式之二楼建筑，中庭内有台湾造型池塘，为本校最具有历史建筑物之一，前身为省立敬德实验中学之教学中心。弘道馆1973年竣工，由修泽兰建筑师设计，原来是中正图书馆所在。1991年，总图书馆新建启用，弘道馆成为当时新设立的国文系系馆，一直至今。造型呈人字形的格致馆于1980年竣工，定位为科学教育大楼。在其周边不难发现国立台湾教育学院时期对于物理科学的时光见证。目前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设有7个学院，专业领域多元，并持续致力校园建设，优化校园环境，提升学术研究，拓展国际合作及学术交流等。从1999年积极转型成综合大学，2007年迈向教学卓越大学，2018年更定定迈向高教深耕大学。经过50年的努力，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秉承新本经行校训，抵制类型，务实致用。从啤酒厂到大学校园，从成立更名到改制，国立彰化师范大学犹如本校吉祥物，挥面狂鹰，在立稳基础，蓄势待发，到展翅高飞，翱翔国际。彰化师大秉持教育的初衷，在全校教职员公司的共同奋斗之下，我们获得教育部、科技部以及社会各界国际合作学校的肯定。但是最让我们觉得珍贵的是，我们已经将彰化师大建设成一个具有卓越思维特质的优质综合大学。彰化师大服务大师，大师荣耀彰化师大。未来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将与时俱进，持续发挥白沙精神，善尽大学社会责任，朝向卓越教学、创新研究的综合型大学迈进，迎向下一个教育百年大业。